我们今天来吃佛跳墙啊，看看他家的其他的菜品。看，这么大的海参，我估计我们今天吃的就是这么大的海参。花海参28元，这海参的价位还是不贵的啊。哎呀，这么快呀，来了，这么快啊，好快呀，你们家就是每天就准备的这么多份儿，来了就上，可能是哈、啊。这个不是，它是提前钓好啊，提前钓好。哎呦，这鲍鱼还挺大的呢。还有小海参呢，啊，海参也可以啊，就说咱们在福建吃那个哈，大小也差不多，但是那边嘛，它里边有一些东西，这里是没有的啊，那也是可以的。咱们那个在那儿吃那一份是198一位，这是两个人才98，还有菜呢。行，还有菜吗？有菜啊，有那个炸肉，好像还有别的啊。行。塞，这菜上的也快啊！这套餐的炸肉，还有这个芸豆炒鸡蛋，这不错啊！啊，齐了哈！好，谢谢啊！开吃开吃啊！两个人够了，紧够紧够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啊，两个人来吃佛跳墙，两位啊，再加上这一桌才98块钱，很便宜吧？海参也挺大的啊，还有这个鲍鱼啊，真的很实惠啊！开吃啊！今天我们两个来吃个便饭。为什么说便饭呢？你老板都说你们是来吃便饭的吧？是的，我说我们就是来吃便饭的。我们今天这个便饭哈、啊，价钱便宜，但是我们吃的东西可不便宜啊。看，海参。没来之前，我觉得我以为这个海参不会太大，应该很小。结果呢，我觉得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啊，这海参还不算小。这个汤一看就是鸡汤熬的啊。还有呢，虫草花。嗯。这个汤是很有味道啊，提劲儿呢，是吧？吃的提劲儿。嗯，这一桌子两个人才98块钱，上算吧，朋友们来吃，我不是给他做宣传，我觉得太实惠了。还有这个炸里脊，这炸里脊外酥里嫩，肉还真多，不像有些饭店就说炸里脊啊，皮儿那么厚，然后肉少，你看他这个肉还挺大的，味道真不错啊。啊，还有三个菜，要不加这菜的话，光两个这个佛跳墙也算便宜啊。看看，这个鲍鱼也不是很小。这个菜哈，老李爱吃，你看里边还有嘎啦肉呢啊，看没有？对，炸了炒鸡蛋，嗯，应该还加点虾酱，是吧？味道怎么样？就是很好，榨菜饭，榨菜饭，还有嘎啦肉，下饭菜，说都不会话了。看他这个山药啊，蓝莓山药，我觉得他这个蓝莓山药做的也能好。嗯，他这蓝莓山药比咱们在那个南方吃那个山药好吃。他们这生意挺好啊，都是冲这佛跳墙来的。这海参还不是很小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嗯，他家这个菜品味道还行的，这真正的薄利多销。嗯，老板会做生意啊。假如说100块钱一份就没人来吃了，这100块钱两份有的是人来吃。炸肉也不错。嗯，他这肉炸的也好，外焦里嫩，你看里脊肉。嗯，真正的里脊肉，你看这肉多厚啊。吃出汗了啊，继续吃。你看它这里边还有扇贝柱呢啊。扇贝柱叫瑶柱。嗯，
吃个鹌鹑蛋。他这个佛跳墙要这么便宜，老百姓都能吃得起。这个蓝莓山药，它做的这个沙沙的，跟在南方吃的不一样。这么多菜，两个人只够吃啊。掉下个牙来呢。这老李吃这个佛跳墙啊，把牙给吃掉了，老李镶的金牙都吃掉了，那没用了吧？那你一会儿得去看看去。看看有没有用？嗯，咋弄的？也没吃硬的，这时间长了是？时间长了，嗯，十几年了是吧？那胶就不好了，来继续吃吧。一会儿你看看啊，嗯，我吃一个，那个给你，我都吃两个了，吃吧，你愿意吃这个多吃点。好了，那这个我再吃一个啊，我喜欢吃这个蓝莓的味道，再吃块肉，它这肉炸的真好。我去看看去吧，你呢？行，你去吧。嗯，吃饱了。菜的味道非常好啊，而且特别实惠，这家店可以推荐来啊。想来的话就给我留言吧。首先说，一点广告费都没有啊，只是我们感觉挺好的，经济又实惠，然后味道还不错。本次视频就分享到这儿啊，感谢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